这是，哎，这是 PGO， 不要笑。不要。火影、死神、海贼王、大明珠，还有个龙珠，龙珠，对。又天亮了，又晚上了。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谁？那我仔细的思考一下。梁咏琪。啊，对。他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谁？胡田，你知道他平时喜欢什么吗？我们其实经常看，在一起看的。下午想去看个变形金刚。为什么看变形金刚？咱先看变形金刚吧，然后周一的时候再看神探。可以。看小白那个，看一下小白。小梅，他电的怎么样？他用西安话，用西安话，你让我给你用东北话，你知道吗？不到。